在做工作。另外这一个呢，哎，我们最近去海鲜吃过三点蟹啊，沙丁嘛，红青梭子蟹。其实，在台南的虎视眈眈，有很多很新鲜的这个旗亚，大家我们叫旗亚哈，这个蟹有没有人有去那边买过？有内行哦，因为它有一点汤，要一点甜度才买得到那个新鲜的。